四川全女班帮大肚婆影裸照，而家好多女士大肚之后都会影翻辑裸照留念，但如果摄影师同工作人员系男人，始终有啲尴尬。四川新闻网报道，成都摄影师关心成立全国第一个全女班专帮孕妇影裸照的公司。他们说敢做不是博出位，即是觉得孕妇身体很完美，所以想帮准妈妈留住美丽一刻，还会同客户签保密合约，保证裸照不会流出去。好多孕妇都说丈夫不给影，就是因为摄影师是男人，依旧全女班，老公没得say no了。